S A 二零二三年一月加州拍卖四十五专场，于当地时间一月二十六日九点，北京时间二十七日一点举行。本场共三千三百五十五件拍品。七零五到七一五年阿曼德瓦利德一世银币，外形规整，文字清晰，二十四万美元落锤，约合一百九十八点七二万元人民币成交。九百五十八年亚拉艾哈迈德银币，灰黑包浆，一点一万美元落锤，约合九点一万元人民币成交。 战国桥足部梁正币百当绿，青绿包浆，前文高挺，两千两百美元落锤。战国桥足部梁冲金五十当绿，黄绿包浆，前文清晰，一千八百美元落锤。连续两枚西汉白金三品龟币签制，前体完整，图文清晰，分别两千六百美元、三千美元落锤。元代大朝通宝小平银质，戳记清晰，存世较少，一万美元落锤，约合八点二八万元人民币成交。 乾隆通宝背龙凤花钱黄棕包浆，图文清晰，一点五万美元落锤，约合十二点四二万元人民币成交。NGC A U 五五宣统二年大清银币五角原味包浆，一点三万美元落锤，约合十点七六万元人民币成交。PCGS n c 九五光绪二十四年安徽七钱二分点四小星底板银亮，前文立体，一万美元落锤，约合八点二八万元人民币成交。 PCGS a u 5 3三吉林星丑七钱二分半环包浆，图文清晰，一点二万美元落锤，约合九点九四万元人民币成交。PCGS SB55 四川光绪当时山字龙样币，红棕包浆，图文立体，九千五百美元落锤，约合七点八七万元人民币成交。PCGS AU55 为满洲国福字一两小幅，金色包浆，文字立体，四万美元落锤，约合三十三点一二万元人民币成交。 一八四七年维多利亚哥特体克朗，PCGS PF 六四，铸制精美，环彩包浆，色泽迷人，三万美元落锤，约合二十四点八四万元人民币成交。一九九七年英国戴安娜王妃五英镑纪念币，PCGS PF 六九，底板深邃，人像生动，状态上乘，五千五百美元落锤。你家抽屉有吗？